刚才那个点找了一窝搞不了，现在又换一个点啊，开始厨师开始煮饭啊，阿溜这时候就泡泡茶啊，到处玩一玩，那我就开始找啊，现在一窝是玩的闪闪，哎，有点难搞啊，大家都说我是不干活的啊，这时候我是专门负责找的，找到了阿溜开挖啊，我们是团队是分工明确的啊，现在阿溜就可以吃完饭就可以睡午觉了，我还要山上跑来跑去是吧，又是开盖油浆啊，洞口都爬黑黑的，找了半天没办法啊，开饭溜啊，开饭了，阿溜在看直播没错，今天滴露夜啊，滴露夜，这是什么蛋，蒸水蛋，蒸水蛋补充营养的，然后干饭啊，简简单单吃一点，吃完我还要继续干活呢。天天就不是下午卖大石头，没有，目前还没有能挖的，都是我不吃的，不是鸡就是鸭。那你要吃什么呢？你要吃什么？排骨了，猪脚了。你要提意见嘛，对不对？天天不是鸡就是鸭，你不吃我吃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。人家爸爸都给你再喝几单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汤你看，哎呦，这个还要嫌弃。来来来，吃啊、哦。嗯。这路都没有，这种地方找分最不好找了，然后追到山上啊，那个位置有分散下去，应该就在前面那边有石头啊啊，现在从那里过去一下，又白搞了，又 BBQ 了，这几天蜂窝是找挺多的啊，但是我就是想搞点枇杷，因为枇杷都是在这种山上，首先一个不好找，然后这边找到又不能挖的太多了，那反正再看看啊，如果不行的话还是要去村庄，村庄那个蜜还是比较好找一点，哎，主要是枇杷蜜好吃啊，所以说还是想来找找枇杷。这边还有一条线路从那个树那边过去，太难走了，这边去追一下哈，有没有看到分闪？又找到了啊！那边一闪一闪的，啊，出来进去，出来进去，不用看，又是粉蜜蜜。哎呀，头都大，这种位置本来都不好找，结果找到又都是不能挖的，看来要放弃了啊！这个枇杷蜜太难吃了。哎呀，走走走，好多几窝，刚才那一窝就是从这边飞下面过龙眼，然后现在还有一条在那边哈，去跟一下，还要往那边飞，哎呀，现在下午4点钟，今天估计要2点了，现在这边最后一窝注意一下，看一下什么情况啊，现在风越来越少了，到下午这个时候就不好引啊，今天目前还是打龟的状态，这个位置钻树林了，上去看一下，哎呀，现在就怕找到不能挖的啊，哦，终于找到了，哎呀，终于找到了，兄弟们啊，在这个石头啊跟这个树中间啊，哦，可能要把这块石头给它弄掉，这个估计要三分跑了，哦，空间好大，今天总共找了6-7窝都在这个山上啊，就最后这一窝可以搞的啊，现在已经5点了，差不多天都快黑了，估计是窝大工程，现在跟阿刘他们去商量一下，看一下是今天搞还是明天搞，鞋子都已经走烂掉，两个腿发软，现在别说我不敢活了啊，现在就轮到他们上场了，
中午吃干火，放心。吃干火哈，分跑直接背上来是吧？我没力气了。你今天着急我啊？上我不能挖，也都是昏迷你啊。看来这边不能来哈，不能来，真的不能来。这个来的枇杷蜜真的难吃。但是苏师这个你看，是啊，都是芭蕉木哈，也有嘛。哎，芭蕉木那一颗芭蕉木，对、啊，这就是枇杷。对呀、啊，都是好米啊，但是难吃啊，难吃，一次又多。另外三班，哎，开工啊，爬不动了。什么？你也爬不动了？哎呦。这么高，这一小段路你就爬不动了，里面去，在里面。这个蜜不好吃，蜜不好吃哈、啊，能不能搞？搞，搞哈，搞。现在要上分跑，把这个石头啊，石头给它劈掉。分门。这个石头怎么这么不精巧啊？就打一个钉子就裂了。我刚才都跟你讲有那个有裂缝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最近会看裂缝。对呀、啊。是吧？偷偷学了。啊，来跳滚，跳滚来跳一下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最近厨师哪里去学了一招？啊。还没劈掉，还没劈掉、啊。这样再看一下。啊、哦，你们有没有道理？等下我们这边再打一下。加油！努力，那是要用力，拉不出来，没关系，至少换个蜜，不是换皮啊，换蜜。17000人看你们这边出丑啊，还搞不出来，就这一块小石头搞不出来。嗯、啊，多少人在看？17000人啊！喂，喂，哇，喂喂，大力出奇迹！哎哎加油、啊、努力拉屎要用力。你们里面空间这么大，来来看看看，有前途啊，看看、哎、小拿开，不要啊，阿六神器拿出来了。哎呦喂，蜜呢？蜜啊，磨蜜啊、嗯、没有啊，不开，我再头转进去看。挑了半天蜜没有，哇！湿气不要掉了，湿气捡起来。哦，那你走开啊！你不要给我凑热闹。他、啊，你说直播间一人多少？啊，一人多少？一人什么多少？一人要分多少给他们？一人要分多少？嗯，马上3万人了，你说要怎么分？一个人蜜分一只都不够。可以给他们。哎，有希望，有希望。怎么就这样子？啊？哎呦喂，搞什么都不知道。没货。以我多年的经验，还是有、啊。里面绝对。里面很宽。里面绝对有。你来。哎。里面150平米嘞、啊。你怎么整？你去整、嗯。我来看看。里面150平米。阿六都能留一手。看一下啊。要抠干净嘞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厨师碍事。那个来，我敲干。那个拔不掉了。哟，第三批。我勒个去！还要不要第几批？啊？有啊有。哎，阿明尝的是什么味来？我帮你拿先。是不是那个枇杷的？来，徒弟尝一下。哎，怎么热热的？嗯，热热的是。热热的。啥味的？有没有枇杷、啊？苦。苦苦、嗯、那就鸭脚木，来尝一个。你的苦苦啊，鸭脚木哈、啊，苦苦的哈、啊。嗯，这好米啊，好米，乐乐的，好米。来，厨师，来，这块给厨师。哎，我吃过了，我吃过，那个给阿明。哈、啊、哈。哎呦喂，搞了一天又BBQ了，啊，2.5都没有。今天谁说2.5的来？今天谁说2.5的猜中了又奖你了？谁说2.5的？这批最大，完了，看来以后大工程真的不能搞，我大工程都搞怕。来，收工，没办法，洞口堵好了，还想着同带一个那么大个，你看，
简简单单爆个头是吧？板他吧。结果又是打鬼的一天，凉凉的一天。凉凉的一天，下班下班啊，回家。明天继续换地方，这边不来了。不能。凿多也挖不了是吧？挖得了的有没米？明天换地方啊，枇杷米不搞了，换一个地方看一下有没枇杷米啊。拜拜啊。